主料，煎青椒200克，瘦猪肉100克，辅料，食用油5克，花生油10克，鸡精5克，生抽10克，尖椒洗净去除椒心，因为椒心严重影响味道，切条带用，瘦肉切片，带用，热锅，下油爆走猪肉7分熟，盛出，爆炒尖椒1分钟，然后下猪肉，加盐加鸡精，爆炒1分钟后，加生抽，搞定，上菜，开吃。烹饪技巧，热锅以后下花生油爆炒猪肉，7分熟盛出，然后花生油爆炒尖椒，1分钟左右，加入猪肉，加盐加鸡精，翻炒1分钟后，加入生抽酱油10克左右，翻炒均匀，盛出装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